一二三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你怎么没讲？好，一二三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Babylon Channel。Hello，Hello Channel，OK，OK，、okay? okay. That's right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Babylon Channel。我是 Aaron， 我是 Catherine。那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店内卖的最好的 YSL 鱼子酱系列的长夹还有短夹。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外观，这个的话呢是拉链式的长夹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信封式的长夹，跟一个三折的短夹。那它不只有金扣，然后它还有黑扣跟银扣。那你觉得银扣跟金扣？喂，你好，是是，哎，一百包，它不是本来就装袋吗？时代是，对对对。它还有金扣跟银扣，那最热销的颜色其实是金扣。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看？我觉得跟你聊得很开心，谢谢。那这个的话呢是信封式的长夹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里。那它的外观的话都是做那种经典的鱼子酱系列。你知道鱼子酱是什么吗？就是那个可以吃的那个。对。Yeah, 的什么？的软。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它的短夹，三折短夹。它的内里是长这个样子，那它的铅钞也是可以直放的哦。它有一个小小的零钱袋，那这个的部分呢，它是拉链式的长夹。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卡夹的部分呢，它总共有18个，所以就比较推荐给平常卡片会放比较多的女生。那你觉得这三个哪个比较好看？你看得出来它们的差别吗？Hello， 我在跟空气讲话吗？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细节。那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我们这则影片的话呢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然后追踪我们的 IG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还是你是直男，80%中的直男，就像口红一样，都是看不出差别。